殡葬业好赚吗？其实没有很好赚哎、欸。那你画一个王者多少钱？画一个王者800块啊。800块而已，那、啊、你一个月画30个，2万多块而已、欸。真的是有，就是有使命，我就是要来。做慈善。大体化妆师的收入到底好不好呢？日前一名化妆师拍片分享，画一位往生者只有800元，但对他来说是种使命，是抱着做慈善的心态工作。2万多块而已，那、啊、你怎么做这么开心？哎、欸，我们来这边工作，我不会觉得我会在那边富有，好吗？我真的是有，就是有使命，我就是要来做慈善。就是因为现在太多人不敢做。对啊，不然。我让你半夜3点多去那个都是那个冰库退冰室，然后那边可能有20-30具大体，叫你自己在那边画，你干嘛？我应该会漏尿吧。所以外面觉得殡葬业可能月收入10万是骗人。骗人的啦，10万哪来的10万啊？哦，这个骗人的，对了。对，而且有一个心态是，我觉得我做13年，我有一个心态是我每个月的工作量越来越少，代表国泰民安，大家平安。哦。